趣味占卜测，你够精明吗？想知道你的精明指数有多高？来玩安格斯老师的趣味占卜就知道了。测验开始，远方天空中有一不明物体，你觉得会是什么？选好了吗？来看解析。选 A 的人，外表看似精明的你，好奇心过于强烈。我跟你说，我最近发明了一个乐透机器。真的吗？所以你只要投资我20万，你就可以变成亿万富翁了。亿万富翁啊！一不小心就落入他人圈套。这些够吗？够够够！这个月贷款还清就靠他了。精明指数50%。选 B 的人，你看来没有威胁性，实际上却很精明。直接把钱交出来。遇到居心不轨的人，你还能反骗对方。有生意，我有警察。幸好我聪明。精明指数90%。选 C 的人，你聪明狡猾，能把不利己的事化为助力，堪称精明高手。今天轮到你请客嘞。我？对啊。我吗？对啊。惨了，钱不够，怎么办？最近不听说你升薪水了吗？听说薪水加了3倍上去，哎，这么多，应该要换你请客吧？怎么会是我请呢？也是哦。对啊，请客，请客。哦，他真的太狡猾了。精明指数75%。选 D 的人，傻乎乎的你，经常被人利用，却总是没办法汲取教训。你女儿在我们手里，中午前汇50万给我，就能救你女儿。爸爸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啊，这行不行？我要赶快去救她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去汇钱。儿子啊，这已经是这个礼拜第3天诈骗电话，你不要用这批了。不行不行，我不敢，我要去救她。精明指数25%。动新闻，台北报道。